到了又说船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在我身边，我又来了。鲍鱼、海参配臭笋，秘制豪华螺蛳粉，海鲜鲜美，臭笋香，小嘴吃了全干光。开干，豪华版螺蛳粉，准备哈所需食材，海参一个，这个海参五十亩啊，螺蛳两个，海螺蛳，金螺，鲍鱼。泡海两个，这个青蟹就是传说中卖蛇水的那东西。先洗一番菜，先把泡海螺丝摔一下。这个泡海要把它蒸熟以后才能松绑哈，在这到处爬就是。这个蛇水是我见过最贵的蛇水啊，单是一斤。丁螺去尾巴，鲍鱼改花的。盘底垫姜片，葱段，扒海养鸡，放鲍鱼。阿哥，点火二，要点开干。下入葱姜，放入丁螺、海螺、海参。这是用煮的哈，下扒海，盖上盖子，蒸煮半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哈。打开以后有半包米粉、花生、油、醋、腐竹、笋，这个就是臭那个东西啊，但是吃起很香。汤菜又有汤又有菜哈，非常的下粉哈。拿出来备用哈。哇塞，我的天哪，咋个就瘦了那么多？洗过澡瘦成这样子，五十块呀！瘦了还是要改刀哈。一分为二就可以了，一碗半个，再烧清水，下两包米粉。烧开后再煮半分钟就可以了。时间到，先捞出粉，重新加入清水，放入煮熟的粉，然后再放入汤、笋、菜。这个就是灵魂哈，这个卤水下去，这个香味就出来了哈。水开就可以停火了，起锅，放入醋、红油、花生米。腐竹，放入扒海，鲍鱼，大螺蛳，小螺蛳，荷包蛋，半个海参，再撒点葱花儿，一份豪华版的螺蛳粉送给大家。就这个螺蛳粉，我厚着脸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哟，我请哦。哎，开干。真嘛？太丝滑了，一不留神就下去了，还没叫完。闻起来有点臭啊，但是吃起很香啊。边吃粉的时候，搭配这个腐竹，你是有点啥子味道？闻起就吃起香了嘛，是吧？你尝嘛。现在先抱一下，抱一个动不行。嗯，搞得动不行那个。嗯。这些贵东西都要上了。那个是海参，海参，还有点面哈，你慢慢嚼。嗯嗯，脆的，哎，阿公，真不懂，弄不懂那个。哎呦，吃过粉必须要嗦。才有感觉啊。嗯，哎，好烫，一口粉一口螺哈，哦，哎，再拍一点的，嗯，真是嘎嘎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，我也喜欢凤凰传奇观众们，我是阿美，我是阿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